双在一起，其实看起来那双其实一点都不会像，一点都不会像。王可呢？王可也挺好的啊，没有孤独吧？没有，大家都挺好的。对，但有，我感觉反正就徐梦迪，然后和。然后还有谢高进，因为他们三个总是一组，但我感觉他们在场上的交流就可能有点少。然后，但有的时候男孩他可能也有自己的思维，只是他就因为我在，可能他们不好意思说。有的时候他们就沟通的比较少，反正我是能看得出来，但是我也不好说。我本来想说，不行，晚上大家一起坐在一起，然后跟他们说一下，比如说我们的掩护啊、大家确定一下，都喊一喊。对，不管是跟谁，就不能说我们几个商量好了啊、掩护这么破，但是他们自己不知道，就说想大家一起定一下，遇到这个事情，大家都怎么做，这样子我们不会有那个差别，然后导致有失误的情况出现。看来你最近费了很多心思啊。没有，应该的。